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2015 Honda Fit S 版原厂铝圈维持得非常不错，后座车门气氛，后座座椅状态，这个年份还可以维持这样真的非常不简单。前座车门气氛，驾驶座椅面非常漂亮，副驾驶座椅面也非常漂亮，前方视角跑97,000原厂保养，换挡快迫键、影响快迫键、蓝牙通话功能、定速、恒温、影音。2015年 Honda Fit S 版，以这个年份跟这个里程数来说，算维持得非常不错。需要代步车请把握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